剑无量劫，唯有一剑月夕花尘。师父正在闭关，这几日不让人打扰。你能拦住我？认识这把剑吗？一剑断水，千枪绝流。你是无双城城主宋彦回，请出剑。让我出剑，还不够资格。你需要找到拔剑的理由。拔剑的理由，雪月剑仙李寒一所传。请宋城主赐教。够资格，够资格接我一剑。师父，把拔剑给了我。两个月之后，我与你试剑；三年后，你便成为剑仙。这是我们之间的约定。大师兄，你试试。别说话。控制不住这股剑气了。三剑，请君试之。雪月剑仙所传，月夕花尘。